姐妹，你有多少预算想要个什么手机啊？2000多，想要个14呀。2000多的14哦，是那种便宜的是吧？对呀，我就想要那种高电池的，成色无所谓，你看看有没有。可以啊，那我去帮你找，找到了以后联系你啊。姐妹，我刚从市场给你找了两台最好的，你看看都是红色的，想要哪一台呀？ 那我肯定是挑电池高的呀。电池高的，我看一下，这台是89的，这台是99%的，那给你拿这台可以吗？那你给我看一下成色呗。好，我给你看一下，这是它的边框，四周都给你照一下，只有一点点使用痕迹，到套一个口就看不到了哈。贴膜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像是使用痕迹的话是比较正常的，你看可以拿这台接受吗？可以啊，这个多少可以拿下呀？这个的话2K 多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啊，那婉姐能不能给我整点配件呀？我都关注你好久啦。 关注了很久了，那没问题啊，像什么科莫快充，我给你准备双份儿。嗯，看美女这么漂亮，我再给你整一个 S 9小手表，好不好？哇塞，太好了，谢谢婉婉。没事，那我一会儿给你质检一下就发走了哈，拜拜。婉婉呢，这次一共采购了两台，如果还有想要的，可以后台私信一下婉婉哦。